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太上感应篇》97节后面的两句：时无后悔，家就不还。这个以下是不仁师之恶啊！注解内面，咱先来念这个注解，非常的好。是有你后悔者，求其初已经非真心乐善，不过一时欢喜，求名幸福你。法官处以错，恶德不后悔。若真心是有，你我皆空者，决不至处。是以为先者，不可不知便有一念之明也。后面伊也阁举着一挂讲案呐、因缘呐，咱伫即个注解内面来细心去审查，不时的后悔。这种现象真普遍，甚至讲伫咱的家己本身，都拢有啊。确确实实，就亲像主内面所讲的，这个布施，毋是真心，无诚意啊。不是欢喜布施，而是出于勉强。多数拢是面子的关系，这是别人的款请，一时不得不甲提出来，死了后啊，就后悔咯。也有果报无？佛伫经上甲咱讲诶，凡是布施，绝对是有果报诶啊！就讲是啊，勉强诶啊，死了后嘛后悔啊，也是有果报啊。如果死在，你也是会得到财富。你甲看咱世间。一寡即个发财人，有一寡人财源来个真正爽快，毋免费心咩啊，伊就趁真侪钱咯。所以讲毋免操心，有一寡人趁钱趁个非常的辛苦，一下是趁着咯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佛在经上跟咱讲的，伊布施的时阵，布施个真爽快，真欢喜，伊将来得的财富也得个真正爽快，也欢喜，唔免出力。如果布施的时阵，别人甲你劝请呀，伊就勉强的施出，施了后啊，又个真正后悔呀，也伊得的财富。这个时阵就得个真正辛苦，真艰难呐、啊，真不容易啊，也是得着咯。由此就知影讲，布施福绝对未白了呀。也咱明白这个道理，
好甲咱讲的话也是真话。六道众生念念所需求的啊，不外乎财富啊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总袂出这三项。这三项是基本的欲望啊，一切众生拢有啊。是毋是当满愿呢？但有相讲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由此就知影讲，十个人当中八九个啊袂当满愿。真正要讲起来呢，十分之一会当满愿，那就真多咯。也是这上呢。唔止上八九啊，恐惊是上八九十啊，一百人的当中，一千个人的当中，肯定有一个啊，诚心满意的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世间人你唔知影，伊唔知即个原因啊，知影原因啊，代志就好办咯。唔知原因，看到别人得，家己也想要得；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，伊也要用即个方法。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。伊却是经营失败，也由此知影，一切经营的方式、手法，在佛家内面讲，只是经常言而已啊。如果你命内底无财富，无论用什么款的方式，无论用什么款的手段，别费心机啊，你得袂着。命内底有的，无论你用什么方式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伊就真正容易得着咯。所以是名利有时终须有啊，名利无时莫强求啊。过何况啊，古朴啊，有时节因缘啊。有人这个福报啊，少年的时阵就得到了。父母是个正常人，养父啊。到中年的时阵，到伊家去主持家务啦，一败涂地啊。晚年的时阵，潦倒不堪啊。这种人，咱伫社会上看得真多啊。这是伊个福报，少年呀、啊，凶吉咯。无有福啊，用尽咯。这种人真可怜啊，环境凄凉啊。这是少年向福，唔知通背福啊。有一挂人中年发达咯，如果未明白这个大道理，也有一点啊有福，晚年也够勉强会当维持。如果啊，伫发达的时阵，
唔知影修福，作增加己的福报，所以家庭飘到不务正业，哎嘛，真紧啊，福报就消毒了，晚年也是会受困苦啊。这种人啊，伫今仔日的社会嘛，真多。啊，咱看到四五十岁时阵，光景好啊；六七十岁时阵，非常凄凉啊。有厝知影，福报自来。什么时阵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呢？晚年呢？呀，咱这世间呐，算命看相的人常讲啊，你惊老瘟，惊老瘟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少年的时阵食一点仔苦未要紧啊，有体力啦、啊。会当抵抗的家啊，晚年的时阵啊，惊好运，有少年人来给你照顾，这是真正福报啊。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正福报，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，看伊晚年是不是福报。这是世界运年啊，真正知影这个道理的人，就会将家己的福报放伫个晚年来享。当年少年时阵你唔知影，唔捌事啊；中年的时阵捌事咯，家己福报现前唔当享受。帮助社会，帮助世间苦难的人。家己有福，互因去享啊！即款的福报就留到晚年来咯。聪明人才会知影，有智慧的人啊，才会知影这个道理啊。晚年有享未尽的福报啊，所以报谢时阵。绝对唔通后悔，报喜的时阵欢欢喜喜的报喜，啊，将来修福的时阵就啊，一切拢顺利咯，一切无障碍咯，所以爱真心报喜啊。我实在讲呢。在这一生当中非常的好运，我过去生中啊无修福，只修一点慧。佛经上讲的啊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托空跋。哇，这个前半世啊，物质生活非常艰苦。少年无福报啊！啊，这个青年、中年拢无福报，晚年呢，这点啊福报不是前生修的，前生确实无修福啊。晚年呐、啊，有这点啊福报，是学佛知影这个道理了后啊，才去修的啦。修了真正有效啊！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布施开始布施的时阵也忍痛，也真艰苦啊。慢慢的就养成一种习惯咯，也大概到个二十年了后。布施才生欢喜心，
这丝毫的勉强都拢无啊，无用意啊。无时间来啊，见他们失去，就无用意啊，该呀抹掉咯，该抹平咯。这也是得令着韩馆长。韩馆长看到人重用我，伊就夹头，马上就退去咯。别讲我袂当讲无放下，袂当讲无报喜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正常言呐、啊。如果讲伊看到我有钱，伊无甲我讨，互我钱愈欠愈多，我的贪心就会增加咯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你看到这是逆正常言。好代志啊，唔是歹代志啊。当时对真不安，现在非常的感恩啊。知影是伊啊，替我做了一件好事。谈亲戚万啊，对这个所在拢抹掉咯。哦，是。尤其是无计较回报啊，这个福报更加大。依旧果报，这个福报就变水了。家己的布施，你得福时阵上顶，施加所得上顶，施的时阵完全是无求果报的这个念头。在古伯的时阵，超过你所思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什么道理？有心布施，你的古伯范围就是你那个念头是界限，所以福报是有限的。无心，无这念头布施，你的心量顶虚空变化界。福德不可数量啊！佛在《大乘经》，尤其是《八智经》内面讲啊，真多啊。第二句呢，家就不还啊，这是咱甲人借物件，借了安怎？借了唔还啊？这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啊！借了唔还是属于偷盗啊！无得到别人的同意，你故为己有，拢是属于偷盗。偷盗的果报是什么呢？贫穷啊！你偷摕人的财物。将来古报你就快欠债务啦。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真辛苦。你那是多发的，得无私古报啊。也因古报之后都拢未差。咱来了解啦，所以一切作为，家己立刻就会去想到因果的道理甲感应，咱也就知影讲要安怎处事待人接物咯。你就在因上做得很圆满，你的古婆怎会说未善呢？正善因的善故，世尊
啊，咱讲的十善业道经，你看经中所讲的，你修仙，你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？你做做不仙，那果报都啊颠倒病。咱用善心对待人，别人用善行回报咱。那你恶语向人，别人回复咱的啊，嘛是恶语啊。由此知影，恶意向人，实际上是恶意向家己啊。善意待人，那是真正是善意待家己啊。这是咱常讲的。助他不利啊，你啊，在这个所在啊，深深的悟入，以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家己，对别人好是真正对家己好。小组的内底内面有几句话，咱啊应当都爱会记哩。凡照人物，私家爱护；用人照物啊，非不得已，不思照也。照利用必随节归还。这几句话是真理啊，咱来好好啊，甲记在的心内，绝对唔通违反。我甲人借物件，实在是不得已才来借，会当卖借，上盖好就卖借，实在是不得已才一个人借。借来物件，确实借来物品，哎，爱护，绝对唔通甲拍歹。用完了后啊，赶紧摕去还。但是呢，有这种品德的人啊，无多。我伫少年的时阵，甲诸位讲。生活非常的困苦，我是啊一无所有啊，我爱看书，所以啊真正弥补的一点啊财务，我真正是省家俭用，真爱买书啊，爱读书啊，我的书啊袂去借给别人，为什么袂借呢？啊！捌借过几落摆，回来的时阵啊，面目全非咯。所以以后啊，我的主就无要借人咯。迄个时阵是这款情形啊。接受宗家大师教诲了后啊，知影就爱修布施。有时咧，人甲我借书，我就借予伊啊。啊，创歹去，转来我家己再来修补。尤其是这善根的书，甲这书无共款啊。善根书是相压，报顺了后啊，我家己来修复。看完了后啊，立刻就去害人。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，圣严法师啊，在台湾花果山呢，这是我的这东界，有信用，而且伊跟我借去的书，不只个相当完好，有这个品德。
其他的法师就 hold 不住了，然后有一寡招数招去了后啊，就无去了。你搁甲问咧，有诶时阵伊唔承认，我也无甲你招啊。你讲这有啥办法咧？也无拍照条啊。然后有一寡是承认咯，我找无啊，唔知去倒位啊。这就无可奈何咯。这啊，拢是无负责任啊！讲实在话，拢有因果关系啊。咱伫个平常啊，爱养生啊，良好诶，即个德行啊，咱肯帮助别人，别人也肯帮助我。咱会当啊，爱护别人诶物件，别人也爱护咱诶。业因果报，时候不爽啊！这虽然讲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发代志，有关咱的德行，有关系到咱啊将来的果报啊，这拢是伫咧做因啊。好，今仔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地。